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 Howo TH7 二手车的价钱，买新车的状态。我们看一下这台车，前脸配备车道保持、车偏离、防碰撞预警、360度环影，2021年10月份上户，500的一个马力，前轮轮胎占一个89成新左右，铝合金轮毂，前桥免维护。后面搭配的是德国曼13升发动机，手自一体16速变速箱，单跨油箱的设计，前二后三的板簧，安全行驶了11万多公里，包 T 档包过户。后桥是一个微推拉杆的设计，后桥竖比是一个3.08的。带大家看一下内饰。多功能方向盘、液晶仪表、双叉束锁，带有驻车空调。有喜欢这款车型的，可以后台私信留言。